他哪有喜欢可爱的？他以前的时候，我以前问他说你喜欢女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他说黑色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很跳痛啊。如果他说他如果他喜欢可爱的话，那一定不会是黑色啊。他说他喜欢女生穿黑色的衣服，欸，真的。他这边还有两个小耳朵，可爱吧？很喜欢他们做那个有两个小耳朵在这里。